进入冬天湿冷的天气，不止身体难受，连洗衣服都麻烦。家里空间如果不大的话，晒衣服就会有晒不干的问题，然后会有些臭扑鼻。不止衣服晾不干，还会滋生霉菌。有家电品牌推出的洗衣机，把衣服分开洗，避免衣物的细菌交叉感染，再搭配干衣机。洗衣机可以利用蒸汽去除这些脏污，还有生活中的一些细菌啊、病毒啊、PM2.5 等等，除湿式的这样子的干衣机，它是目前在市面上，最省电而且最保护衣料的一种烘衣的方式。不让穿在身上的衣服变成过敏的元凶，还推出电子衣橱能杀菌，打造一条龙的全方位衣物护理流程。不只是衣物类的东西啦，比如说像安全帽啊、小朋友的后背包啊、绒毛娃娃这些东西，做一个蒸汽的杀菌去味。家电品牌在10月成立体验馆，明亮宽敞的空间，民众能自由体验现场家电，感受最智慧的使用经验，让洗衣服这件事也能有全新感受。三立新闻综报。